陆晨暗自赞叹着，自然不会表现出来，按捺住心中的激动，淡然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笑纳了。对了，你怎么样？一会儿你可别打算让我对付妖女啊！”见到陆晨被自己误会，差点受伤，还这么关心自己，南星辰感动的一塌糊涂，暗道自己遇见了好人，忙回道：“陆兄放心，我也无妨。” 那漫纸妖女也只有炼气七层的修为，要收拾她不难。小样儿，你就吹吧，不难不难，还让人家给逮到。陆晨再次狠狠的鄙视了一番南星辰。哐当一声，两人正说着，房门忽然被打开，妖女的身影颇一进入，陡然发现气氛不对。待他看到床上坐着的两个人时，忽然一愣。 妖女，拿命来！妖女，东周地界岂是你鬼宗撒野的地方？速速伏法！悠悠的月夜，前楼还传来无比喧嚣的吵闹声，却根本无法掩盖房内那一声突如其来的厉喝。随着南星辰陡然间的一声大喝，陆晨只见一道青色光华在身边闪动了起来，飞快的射向刚刚走进屋门的曼指妖女。 九连圣窍诀，显然曼芷是识货之人，远比陆晨强多了。南星辰这一出手，便被他认出了底细。匆忙间，曼芷窈窕的身形原地一闪，带起一阵阴风，玉指微收，合成爪状，不退反进的抓了过去。阴风阵阵袭来，曼芷的纤纤玉手赫然泛黑，一爪抓出。 赫然凝成一只泛着浓重黑雾的枯骨爪影，伴随着呼号的风声，狠狠的抓向南星辰的掌心。砰！掌爪相交，低沉的撞击声顿时响彻开来。这一击，两人各自退了三步，打了个平手。幽冥鬼爪，哼，试试这个！南星辰战意盎然。 其中的愤怒清晰可见，见到对方不弱于自己的玄功，更是豪气大涨，双手一搓，一道金光在掌心之中亮起，九连天华，刺目的光华在昏暗的房间之中亮起，一朵金灿灿的花于南星辰的掌心中凭空浮现出来。 莲花散发着磅礴的浩然正气，犹如一颗莲状炮弹直取曼芷面门。显然，南星辰这小子没有半点怜香惜玉的心思，一出手便是全力施为，紧挑要害部位打了过去。陆晨丝毫不怀疑，这朵看似只有巴掌大小的莲花在炸响之后，妖女会直接死在当场。吼、哦！ 果不其然，妖女也是颇为忌惮这朵金色莲花，鬼魅的身影于空中一转，躲过了这朵莲花的袭击。莲花直接将其背后的房门炸了个稀巴烂。曼指像是极为忌惮南星辰，娇斥了一声，头也不回的掠出了房间。南星辰紧随而出。 可以听见的是，转瞬之间，外面已经传来了混乱的呵斥之声，顺便还有着刀剑交割的脆响。耶，这小子真是龙精虎猛啊！这是解药还是春药啊？自南星辰出手到二人出了房门，所有过程只在树息之间。陆晨刚刚反应过来，外面乒乒乓乓,乓的声响就传进了耳朵里。 先是赞叹了一声，接着把离魂香以及解药，还有那张从南星辰手中连蒙带唬骗来的五雷咒，小心翼翼的收了起来。陆晨这才走向房门。上仙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求你行行好，放过我吧！哼，你不提我还忘记了。陆晨闻言停了下来，看了看秦童，说：“哎。” 你知不知道白天的时候你调戏的是谁？秦童闻言一怔，一丝不祥的预感在心底间升起。不知道，哎，那我来告诉你啊。陆晨如同看待一个死人般瞪着秦童，一字一句说：“她是我的妹妹。” 随着其话音一落，陆晨一脚踢出，炼气五层真元全数涌出。秦童苦修了数月的炼气三层修为，只在一招之间便被陆晨悉数破除，变成了一个废人。随后一脚抬起，猛地踢中秦童的下巴，陆晨大喝道：“滚开！” 半倒着的秦童受到这一脚之力，身形直接扬起，狠狠的撞在了墙壁之上，一口鲜血喷出，将墙上洒下一道血痕。你 <coughs> 身受重创，又失去了真元，刚刚还趾高气扬的秦童无力的摔倒在地，不可思议的瞪着陆晨。陆晨实在懒得搭理这种吃里扒外的畜生。 瞪着秦童道：“哼，你这种人渣，活着也是祸患，去死吧！”哦、话音一落，秦川又是一脚踢中了秦童的太阳穴。太阳穴乃是人体要穴，没有真元的凡人一旦中招，轻则半瘫，重则身亡。显然，陆晨这一脚根本没留情面，直接将秦童踢死在当场。 身为修真之人，面对凡人视同蝼蚁，更何况还是秦童这种恶少，所以陆晨下手自然不留情面。这种人留着也是祸患，死了算是造福百姓了。将秦童解决掉，陆晨看了已经没了生气的秦童一眼，瞬间他惊呆了。不管怎么说。 这是他第一次杀人，虽然在市井中混迹了八年，对于生死早就看透，可若是放在自己的身上，哪有这般轻松的？陆晨之所以惊呆，正是因为自己的杀意与狠辣。的确，刚刚想到左清汉被秦童盯着看的那个场面，陆晨便没来由的升起一股杀气。 正是由于这股杀气的存在，这才致使着他极为痛快的出手，没有留有余地，甚至直到将秦童一脚了结了生命，他也没有感到半分的不适。原本并不应该是这样的。陆晨看着自己的双手，他曾经见过一些不小心杀了人的人，那种感觉仿佛掉入了无底深渊。 又或是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总有惊愕，甚至是冰冷隐藏在其中，让人无法相信。陆晨也无法相信，只是他与那些人不同，他无法相信自己的冷静。疑惑、惊愕、呆愣，甚至是连自己都不知道在想着什么。陆晨站在原地，有些出神。 正当这时，胸口一道寒流突然让陆晨打了个哆嗦。陆晨下意识的将挂在胸口的玉佩掏了出来，诚如他所见的那样，与之前提到炼器五层一样，这枚玉佩正散发着淡淡的黑芒，黑芒弯弯如月，微微的勾起，正从那三道裂痕处时隐时现着。 似乎是魔鬼的笑容，好像有人在看着自己，又打了个哆嗦。陆晨忽然感觉到自己心中的煞气凭空的出现，没有任何的根由。不知为何，他现在唯一想做的事便是出去大杀四方。太可怕了！还好的是，这股煞气自己还抑制得住。陆晨赶忙坐在地上。 根本不管外面传来的打斗声如何如何激烈，清心诀运气之际，一道道暖流与体内的煞气对抗着。如此，好像过了很久，陆晨终于一身冷汗的平静了下来，那股煞气完全消失不见。这次被吸入体内的煞气相对较少，陆晨只是感觉到一点点法力的增多。 便没了别的感觉。玉佩蕴含着一种古怪的气息，很邪。这股气息能够帮助我快速的提升实力，不过却能扰乱心境。难道是入魔的前兆？那股煞气可以带动杀气的升起，很难控制。手中捏着玉佩。 陆晨经过两次玉佩产生的反应，似有所悟的将某些关于自己对玉佩的发现整理了出来。还好，清心诀可以压制住这股煞气。算了，先不想了。丫头那面还有大问题没有解决，回去再说。还好清醒了过来。随后，陆晨赶忙掏出乾坤袋中的传音符，打了一道消息传了出去。皇宫，皇后。 西周恶鬼门妖人从房间里出来，陆晨方才发现，花月楼的前后院早就乱成了一锅粥。不少穿戴不完整的、一脸酒气的，甚至还没有穿上上衣的人们，早就在院内外站了满满的，举目惊望着远处的天空。哦，一道轰鸣在西侧天边响起。 伴随着冲天而起的光芒，陆晨知道南星辰和曼芷已经在那边交上手了。墨韵清心诀，丝丝真元遍及足底。陆晨施展开五罗流云步，飞快的跟了过去。上仙了，又是上仙了！眼看着陆晨纵于瓦顶，底下一众人等再度惊呼出声。而随着陆晨的掠去。 身后登时拜倒了一大片人。陆晨此时可没工夫管这些。到了大战的中央，陆晨抬头一看，好家伙，天空上两道人影飞快的窜动，时而剑光交错，时而掌影纷飞，一黑一金两道光芒纵横飞舞，好不缤纷华丽。天空中。 南星辰与曼芷两人同为炼气七层的境界，脚下各御长剑，展开了殊死搏杀。打了半天，也不见分出胜负。陆晨心系左清汉的安危，刚刚他可是听说了，这曼芷妖女的师尊乃是筑基中期的修真者，半年来跟着了尘学艺，别的倒没学会什么。对于修真人士实力的划分。 陆晨倒是记了个清楚，筑基中期与筑基初期，别看只差一个层次，但却是天壤之别。就凭蓝青筑基初期的境界，陆晨可不认为他能够对付得了恶鬼门的妖人。于是乎，陆晨对空中的南星辰喊道：“喂，南兄，能不能快一点儿？” 南星辰正驾驭着飞剑打的不亦乐乎，偶、哦、听不远处陆晨的声音传来，差点没从飞剑上跌下去，心道：“你当这是过家家呢？啊，说快就能快呀？没看见对面妖女实力不弱于我吗？”想归这么想，南星辰却是不能这么说，虚晃了一招退开。南星辰大喝道：“放心，很快！”哎。 要不要帮忙啊？陆晨又喊道：“不用。”其实陆晨想帮也帮不上，人家都是在天空打斗的主，纵然他有灵符术十可这个时候够都够不着，怎么帮？想了一想，陆晨喊道：“哦，那我先走了，你自己小心。”没功夫搭理陆晨这小子。 南星辰连头都未点，长剑时而交由右手抖出剑光，时而控制回到脚下于空中闪躲。陆晨见状也待不下去了，扭头纵上另一处屋顶，在夜光照射之下，飞快的朝着皇宫大内赶了过去。上仙的对决不同凡响，陆晨赶到皇宫大内的时候，那里已经是火光冲天，人潮涌动了。 皇宫内外，无数宫廷卫士举着火把，呼声雷动，个个惊为天人的看着空中两道人影飞掠交错，剑光闪动，气芒飞纵，整个皇宫上空皆是被纵横的剑气所充斥。远远的，陆晨发现了左清汉等人的影子。即便是无法御剑飞行，这七个刚入门的女弟子也没有闲着。 火球术、冰箭术、御水术，各种各样的远程道术尽数的朝着空中一道被黑雾所笼罩的身影招呼，打的是香汗淋漓，不亦乐乎。左清汉身边，慕容羽西盘膝坐在屋顶，嘴角还挂着一丝血迹，身上的衣衫已经被剑气割坏了数道触目惊心的口子。 可见，刚刚他也加入了战团，由于实力不济，已经败下阵来。见到陆晨到来，小丫头总算是松了口气，赶忙招呼道：“哥哥，老妖厉害的紧，过来帮忙。”陆晨纵身越过来到众女弟子身边，看了看慕容羽西，关心道：“没事吧？”慕容羽西情况不太妙。 那双美目都很难睁开，柳眉微微蹙着，低声道：“还好，死不了，死不了就好。”陆晨点了点头，朝天空望去。高空之中，蓝青左手拂尘，右手长剑凌空虚度，青莲剑诀在他的施展之下，抖出十余道剑光，每一道都跟着那黑雾中的身影不断的追击着。 那一身华贵的罗裳早就破烂不堪，就连竖起的发髻的青丝也是散落了下来。跟慕容羽西大帝相同，蓝青真人的身上也有着不少剑伤，可见对方实力着实不弱。天空中，蓝青与黑影再度完成了一次撞击，朝着两旁退开，身形微一停顿，陆晨终于看清了对方的样貌。 男女陆晨是分不清的。若说是男的，这人长得有点太标致了；若是当成女的，胸部平平，怎么看也不像是女人的身材。还好的是，蓝青真人也不知用了什么办法，已经伤到了这个不男不女的妖人。对于蓝青来说，他受的伤更重一些。果然是妖。 陆晨心中暗道：“蓝青真人微微喘息，胸口起伏不停，长剑摇指间喝道：‘妖孽，胆敢来我东周为祸，还不束手就擒！’”只听空中那妖孽发出刺耳的怪笑，笑声更是粗犷之中带着阴柔，非男非女。<laughs> 别大言不惭了，想要让本真人束手就擒？ 简直是痴人说梦！若不是本真人旧伤未愈，就凭你们几个不入流的修真者，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噬魂幡的厉害！妖孽怪笑着，单手一抖，一面长约丈许、宽三指的巨帆突兀的出现在手中。此番通体漆黑，帆布制成。 中央有一杆黑木圆杆支撑，握在手中，帆布之上一股阴森的黑气溢出，伴随着这股黑气，所有人都听到了冤魂哭喊的声音，尖锐而又恐怖。不好，是下品法器，快躲开！蓝青真人乃是筑基期修士，自然识得法器的厉害，即便是下品，也不是凡人所能够抵挡的。 尤其是此等摄魂夺魄的鬼宗法器最是厉害，能够利用法力吞噬活人的魂魄，使人无法重坠轮回，可谓恶毒到了极点。南清真人喊得及时，可再快也没有噬魂翻快。无数厉鬼从翻中哀嚎而出，犹如一股狂风卷过。 瞬间便带走了十余活人的生魂，吓得地面上的廷尉四下奔跑，悲吼出声。蓝青真人见状，也不能留手，长剑交给灵石控制，足尖微点之际，双手飞快打出无数法诀，跟着只见一只玉簪从其头顶飞出，忽然变大，玉簪通体泛着绿光，寒光烁烁。 与噬魂幡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不相上下，显然也是一件下品法器。